注意，再过几天 Windows 10系统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微软官方确认，在2025年10月14日之后，将不再为 Win 10提供任何安全更新或技术支持。这意味着你的电脑将彻底暴露在黑客和病毒面前，变成案板上的肥肉。但别担心，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我强烈推荐你升级到 Windows 10 LTSC， 也就是长期服务版。这个版本不仅极致纯净，无捆绑，而且官方安全支持将一直延续到2029年，让你的电脑能再战近五年。操作非常简单，第一步，把下载好 LTSC 2021的系统镜像拷贝到需要安装的电脑上。第二步，双击打开 ASO 文件，里面有一个 setup 安装程序，双击运行，点击是。点击下一步，它会开始获取更新。继续点击接受，这里面有三个选项，第一个是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，第二个是仅保留个人文件，第三个是五，这是全新安装。小编这里选择第一个，保留个人文件和应用，点击下一步，准备就绪就可以安装了。点击安装，这样就开始安装 Win 10 LTSC 版了。这种方法属于本地升级安装，实在是简单易用，老少皆宜，必备更新。第三步，安装后只需用一个激活命令就能轻松搞定，别再等待了，现在就行动起来，给你和你的电脑一份长久的安全保障，让你的 Win 10焕发新生。我是台妹小林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会持续分享最新的系统维护技巧。